小伙伴们晚上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 Linux 从零入门实战的第七次课程。然后我们是这节课我们讲的是 HTTP 的网络服务部分。OK，我先把 PPT 给全屏化，播放。好，我们本节课的课程目标是，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 HTTP 以及 HTTP 协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概念，然后我们会熟悉一下我们的 NGX 的一个相关配置，一些 NGX 的配置，这个是 Web 服务器，然后再熟悉一下我们的 MySQL 的一些配置，还有就是我们 PHP 它的配置。这三块是我们做一个 web server 的一个三大件儿，最后我们再基于一个开源的一个WordPress，然后搭建一个个人的一个博客。然后我们如果大家之前没有了解过PHP 这些或者数据库的，我们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这节课程我们不会讲PHP 的具体语法呀、PHP 的使用啊之类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是讲的，我们是讲的是环境相关的，就跟 Linux 环境相关的这些软件的使用配置，主要是配置相关的一些东西。具体的语法跟比如说 MySQL 啊、数据库啊，这些 SQL 语句的查询啊，这些东西我们应该都有专门的课程来介绍这些东西。大家，因为我们课程上到现在应该是第七节课了，大家手上应该都有一个 Linux 环境可以用了。如果大家现在是这节课，我们主要的还都是以操作为主，会敲一些命令，会一步步的进行。如果卡在哪一步的话，可能下面就不太容易进行下去。所以大家今天我们是算是一个实践课。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前期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先有一个介绍，大概1-20分钟，大家可以先去，没有环境的赶紧准备一下环境。然后我们会把这一块的命令部分，然后会放到我们的，我会发到我们群里面吧。我们前期会把这个命令会先贴到大家的 Linux 里面，这样子的话，一会儿我们就不会那么，就是大家又会等了，因为有些软件下载起来都有大几十兆、100兆左右，所以可能会耽搁事儿。到时候我们会在听课程的时候会可能会说，哦，老师，我的软件还没下载好，就一步跟不上，步步就跟不上了。我把我们这条命令贴到我们的 QQ 群里面啊。大家可以直接用这条命令，也可以输一下哈。贴到我们那个聊天里面。其他同学如果是在的话，也帮忙把这个从我们那个直播聊天室里面贴到咱们的QQ 群里面。有些同学可能不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把这条命令帮忙转到我们的 QQ 群里面。好，那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课程。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课程大纲。
第一部分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 HTTP 的协议相关的东西，先简单一个简介啊，以及我们的 HTTP 的不同版本之间的特性，就是它相当于它的一个发展历史啊，对它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了解。然后我们就介绍我们的网页开发的四大件啊，那我们 Linux 我们就不介绍了，因为我们整个课程都是 Linux， 那就剩下的三大件了。常说的就是三大件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说是三剑客，对吧？网页制作三剑客，那这个也是我们学习写 Linux 的，学习网站建设的一个三剑客。首先有一个 Web Server NGX， 还有就是我们的 PHP 动态脚本。这一块因为现在这两年不怎么提这种动态网站了啊，一开始的时候应该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动态网站制作还是比较火的这个概念。因为之前的网站有好多人他是学会了用写静态的 HTML 语言或者是 CSS， 当时 JavaScript 都写的很少。然后如果是大家会写比如说 ISP 或者是 PHP GSP， 这些都是已经比较有点技术含量的了。所以 PHP 啊，这些动态语言啊，动态脚本语言，这个是在我们很早之前也是一个老牌的语言了，并且现在一直热度都不减。你像跟它一起出来的有 ISP， 这些 ISP， 然后现在这种语言都已经很少用了，被淘汰掉了。现在微软的他们基本上都是用 ASP.NET 体系的，比如用 C Sharp 写的，对吧？另外我们介绍一下数据库，因为我们要做一些东西或做一些系统，我们的数据的存放，可以以文件的形式存放，但是啊，文件查找跟写入的时候，它的性能不是特别高，不是特别好，那我们这边就需要一个我们的数据库啊，数据库也有很多的开源的数据库，也有很多好的优秀的数据库。我们这边主要介绍的是 MySQL， 也是用的是最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第三部分我们会有一个综合实例，然后我们这边会演示一下，然后怎么用我们的这节课所学到的一些操作跟技术，然后制作一个个人的博客。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会通过今天的课程的学习，大家都能在自己的电脑或者服务器上可以搭建自己的个人博客。好，这是本节课的一个课程大纲，然后我们将按照这个大纲来逐一介绍。第一部分 HTTP 的协议，我们在上节课Linux 的网络基础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讲到了七层网络分为七层，那网络分为七层，我们从底到上物理层到一直到应用层啊，我们当时讲的时候说应用层协议我们会单独讲，现在我们就是单独来讲一下我们的应用层协议。应用层协议的话并不只有 HTTP，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协议，你比如像 email 发送啊，像一些 log 的传输啊，都是有，或者是文件那个时间的同步啊，这些协议都是跟 HTTP 相当于是并列的。但是呢，我们整个世界上用的最广泛的协议，那肯定就是我们的 HTTP 协议了。那什么是 HTTP 啊？我们整天说 HTTP，HTTP 首先它不是一个单词，对吧？那我们不是一个单词的话，因为它没有中间没有一些元音字母，都是一些辅音字母，对吧？ HTTP 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一个缩写的话是它是四个单词的缩写，首字母啊，首字母也不算缩写了，它是首字母提取出来是一个整个的缩写，它的全称是超文本传输协议，这个猛一听还是有点技术范儿的，意思就是不是那么的通俗。超文本传输协议，
那首先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超文本。超文本这个翻译可能就是有点，你看 hypertext， 那就是说我们这边是有点是直译过来的。我们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的话，那直译过来了。如果是正儿八经的翻译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类似于比如副文本会更好一点。啊，副文本它应该是 rich。超文本是指比文本还要牛。那文本里面它只是显示文字。那我们如果是在文字的基础上又可以显示一些链接，显示一些图片，甚至显示一些视频，显示一些文本的格式。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称为它是超文本。OK， 那我们超文本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它的概念了。那中间我们会说有一些链接，什么是链接？我们说是超链接，对吧？其实一个道理，但这个链接大家都更熟了，那我就不说了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是 URL， 就相当于我们每个家庭里面有地址一样。那我们网上的每一个资源啊，它也有一个固定的地址，唯一的地址。你找一篇文章，你比如我找一篇我写的一篇文章，那你别到时候因为地址会有重复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两篇文章是一个地址，那到底我们的用户到底访问的时候，到底是访问的是哪一篇文章呢？对吧？所以我们两篇文章的地址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 URL 的组成部分它是有几部分组成的。然后首先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域名。域名就可以，域名加上，因为它有几级嘛，比如我们再加上我们的 www.baidu.com 这个域名，那我们就可以指定到我们的某一台的一台机器上面去，因为我们这个是跟 IP 是对应的。那我们找到这台机器，有了这台机器之后，那我们后面紧接着就是我们的路径，我们机器里面的哪一个，比如我们是 blog 下面的一个第二个.html，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唯一的去识别这个机器上面的这个网站的哪一个路径下面的哪一个文件，所以它就可以唯一的定位了。好，我们除了这个概念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缩写叫 HTML，HTML 就是我们的超文本标记语言。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超文本里面要它是可以把我们的文本让它更丰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你比如我要对我一个本来我的文本是默认大家显示的时候我是没有颜色的，我是大多数都用黑色来显示的，那我想标记它为红色加粗，那怎么标记呢？我们就是用这个 HTML 进行标记的，它是在我们的文本上边给它前后加一些标签，然后我们的标签规范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语言专门的一个通用的，大家定了一个规则，大家遵守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 HTTP 相关的一个几个简单的小概念啊，大家了解一下就知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 HTTP 的介绍。我们说我们 HTTP 就是刚才说了是我们的应用层协议。那我们凡是协议啊，大多数协议都是分为客户端跟服务器端，大多数协议都这样子。那比如说是有些同学可能说了，你比如 P2P 它是一个 peer to peer 的一个协议，就是端对端的一个协议，它是没有说是服务器跟客户端的。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它俩都可以是服务器也都可以是客户端嘛。然后我们现在不讲特例，我们只讲大多数情况。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分为两端，一个是客户端，还有一个就是服务器端。我们的协议也是的，我们也会分成这两部分来给你讲。
那什么是客户端，什么是服务器端，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啊。那就给我们其实生活中提供服务类似的。你比如我们去买衣服，我们作为客户，我们作为一个客人去买衣服，去一个店铺，去一个衣服店、服装店，那这个服装店它就是服务器端，它是提供服务用的，它提供了衣服售卖的服务，衣服卖衣服的服务，这样子我们每个客户都可以到里面去挑选衣服。那我们这边的 HTTP 协议基本上都是由客户端发起，然后服务器端响应，这其实跟我们买衣服也是一样子。我们去买衣服的时候，那不能说是我们商家过来到上门推销，对吧？这个比较少。那我们通常都是以客户端，我们想去买衣服，我们去店里面去买。那这种请求方式，这种工作方式，它就决定了我们它的里面的角色，它自己在这种服务器端程序它的运行状况，它的运行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而客户端程序它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客户端程序它是发起请求，就是说我有人去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就去发送，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不消耗任何资源的，只如果需要我就去做，这是客户端去发起请求，主动发起请求。而我们服务器端就不一样了，我们服务器端是一个响应请求，那就是你不管有没有客户在，我都得在这边，都得在这边守着，守护着，是我们在 Linux 里面也会说是一些守护进程 daemon 对吧。然后给我们卖服装的是一个道理，你不管有没有客人上门，你总要开门嘛，你老板你总要有个店员在那边一直等着客户上门。OK， 我们服务器端的程序也是类似的，那我们就是一直要监听着某个端口，一直要有服务，你不管有没有链接进来，我们都要监听有没有客户端连入。一旦有客户端连入，我们就说，哎，有 HTTP 请求进来了。那我们拿到这个请求，根据这个请求的一些信息，我们处理完了之后，来一个回过来一个，就是我们的 HTTP 的一个响应，就是服务器端会回复响应过去，就一来一回，然后我们的数据就可以在我们客户端没有的数据，服务器端就可以发送过来了，这就是我们 HTTP 的一个请求。那我们说了，它分为客户端跟服务器端。我们 HTTP 的客户端有哪些呢？浏览器大家都知道的嘛，你谷歌浏览器啊 ，IE 浏览器啊 ，Firefox 浏览器啊，这边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谷歌会用的多一点。还有一些比如360啊，什么 QQ 啊之类的，这是国内的一些定制的浏览器。这是我们的 HTTP 客户端，浏览器大家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甚至有些人就是一提到 HTTP 客户端，就基本上就说，哎，就约等于我们的浏览器了。那我们除了我们的浏览器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上节课我们也讲了一些指令，我们用 wget 还有 curl 都可以去获取服务器端的一个 HTTP 请求，都可以发起。除了这个东西，我们还有一些，你比如我们常见的是什么呢？我们手机里面的 apps 其实都可以说是 HTTP 的客户端，因为我们大多数 HTTP 的就是我们的 apps 啊，我们的应用啊，我们手机的应用，它的数据请求方式都是在 HTTP 上面做的。你比如一些 JSON 啊、XML 啊这些，他们的一些应用协议都是在 HTTP 协议基础上，然后具体的内容它又去做定制的。所以我们 HTTP 客户端跟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这节课呢，主要介绍的就是不是客户端哈，因为我们如果要做客户端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是一个应用程序开发了。
我们开发一个浏览器啊，开发一个爬虫啊，开发一个什么的，我们会着重讲一下 HTTP 的一个客户端的方面的一些协议。你比如拿到了，其实也有很多有意思的知识可以讲的。你看我拿了我的一个 HTML 网页， HTML 网页里面有 CSS、JS， 它是怎么请求的，怎么渲染的，这也蛮有意思的。那我们这节课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这重点是在 HTTP 服务器这里，因为我们现在的浏览器基本上都是标件了，基本上大家在开发，你像微软他们自己在开发的 IE 啊，甚至他们的更高版本，现在他们自己已经现在是半死不活了，他们的浏览器，那现在基本上就被 Chrome 就基本上是我们的就是谷歌浏览器，几乎是现在一统江湖了。那确实好用啊，也比较快。然后我们说，说回来，说我们的 HTTP 的服务器，我们HTTP 的服务器常见的有几种，有很多种，现在没办法说有几种了，就有多少个，我们常见的有多少个。首先一个我们的 Apache 服务器 ，Apache 这边的它的服务器应该是。服务器领域里面应该相对来说非常流行的，在 Linux 里面甚至比 NGX 还要流行。它为什么我们这节课不用 Apache 呢？因为 Apache 它本身呢比较简单，然后用的时间也长，网络上面的资料呢相对来说比较全一点，然后配置上面的东西，比如说遇到问题的话更好找一些。NGX 这几年的势头比较厉害，还是因为它是个高性能的一个浏览器，一个服务器 ,web 服务器。它的一些配置啊，一些搭配起来的用法，除了我们当 web server 之外，还可以比如说做一些代理啊，做一些负载均衡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它更全一点，性能更高一些。现在也更火一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 Windows 下面基本上都是用 IIS 的，因为它是我们 Windows Server 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件啊。你比如你要用 .NET 开发，用 ASP.NET 开发一个服务的话，那基本上你就是发布在下面去了，也可以用其他的，你要是折腾的话，你也可以用其他的。除了这几种我们常见的一些Web Server 之外，那我们还有一大类的一个 Web Server 什么呢？是我们自己写的 web server， 因为 web server 啊比我们的web 浏览器啊 ，web 服务器端啊 ，web 服务器又比我们的 web 浏览器要好写很多。用我们的 Go 语言或者用 JS， 就是我们的 Node.js， 基本上十来行代码就可以写一个 web server， 它是有专门的一些库，只需要调一下，然后十来行可能多说了，三五行代码就可以写一个，比较简单。但是它又提供了一些基础的服务。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这边就不讲了。我们主要是讲的是 NGX。那我们刚刚介绍了一下我们的服务器端跟客户端，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的 HTTP 的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历史的一个介绍。我们 HTTP 诞生在1991年。1991年其实蛮老了啊，现在是2019年了，19年了，将近30年了。1991年他的这个协议的年龄应该比我们现在的好多同学年龄都大了。当时是一个比较早期的版本啊，只是一个试验性的版本。但它只有一个命令，就是 GET 命令。就是从服务器上可以请求获取一个数据，获取一个页面，就是一个 get 命令。那我们还是说，除了 HTTP， 除了 get 命令，还有其他的命令啊？对，还有其他的命令。那我们这些命令是什么意思呢？待会儿我们讲到下面我们再说吧。好，我们说是那个 HTTP 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版本，而 0.9 是一个比较早期的版本。那 0.9 之前啊，有没有 0.1 啊这些东西，那就不得而知了。官方上面发布的就是一个 0.9。
表示投入使用的是 6.9。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RCP 1.0， RCP 1.0 就相对来说就正规多了，因为我们 RCP 0.9 的时候， RCP 0.9 的时候就直接请求内容，你放在上面内容是什么我直接给你烧下来了，也没有 HTTP 的头。它为什么没有 HTTP 的头？那我们看一下 HTTP 的头是什么。首先 HTTP 的头在底下这个，在这里啊，大家看这里， HTTP 的头会说我是协议 1.0， 我的状态码是200，是 OK 的。那我们 0.9 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协议，它也没必要说是多协议，它也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啊它也没有头，那它直接把内容就显示出去了。那我们到 1.0 的时候，为了比如说是我当前的是 1.0 还是 0.9 呢，为了区别它会把我们的请求的内容以及我们响应的内容上面都加上我们的 HTTP 的头，你是走的是哪一种协议，他们来进行标记的。而类似的做法很多哈，像我们的IP 协议，你是走的 V6 还是 V4 呀，对吧，这些都是它都有一些协议的一些版本号的一些管理，都有一些头，除了这些东西它还有其他的一些HTTP 的一些头的信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引入了一些其他的命令，我们刚才是一个 get 命令，然后现在又加了一个 post 的命令，还有 head 命令， head 命令主要是获取头信息的。然后 post 的命令跟 get 命令，我们从字面上意思上来讲 get 是获取， post 是提交，那是不是我们 read 的我们读的东西都用 get， 然后写的东西都用 post 呢？其实也不能这样理解啊。我们在做一些，我们有些时候像项目上面做定义的时候啊，我们通常情况下比如我们做的，你像我们的有一些协议的定义啊，GraphQL 这个东西就是 Facebook 现在出的一个协议，类似于 JSON 的一个协议，它的请求的时候它不管是 get 还是 post， 它不管是读和写它都是用的 post 的协议，就是比如我要获取一个字段的，获取一个互联网资源的时候都用 get， 读的写的时候都用 post， 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绝对这样子，这要看协议的场景，我用 get 方便我就用 get， post 方便呢就不用 post， 有些时候我们是根据我们场景来的。那我们刚才说的是91年开始发布的 0.9， 那96年我们96年几月份，96年5月份然后才开始发布的是 1.0， 那我们 1.1 是97年1月份啊，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刚才从 0.9 到 1.0 啊用了五六年的时间，五年多的时间，而我们这边从 1.0 到 1.1 就快了，就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那 1.1 目前 HTTP 1.1 也是我们现在目前使用的最广泛的一个协议，也是 HTTP 的一个基础协议。它就是它的几个特性啊，持久链接，管道机制，然后我们数据长度，分块传输，然后另外增加了一些指令。增加这些指令呢，其实这些指令我们不用特别关注啊，因为这边的基本上我们在 HTTP 里面会基本上协议里面正常用的基本上是以 get 跟 post 为主。这些你想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或者相应当然这些命令字段它也可以用get， 也可以用 get 或者 post 来你模拟出来，也可以做他们做能做的事儿。所以我们这边你要想大家要了解的话，可能再去找一些其他的资料来去深入了解一下，当然必须得建议不用特别纠结啊，我们不是一个深入的或者是读 IS 的一个课程，我们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简单的介绍的。这些特性的话我觉得跟大家提一提，就是持久链接啊，持久链接这个是什么 ？TP-Log。提到持久链接这一块，我们就要讲一个东西了。HTTP 它的基础协议是什么？它是基于 TCP 的，它不是 UDP 的啊。
它是基于 TCP 的协议。那 TCP 我们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面向链接的一个协议，那就是它有状态的。我们 TCP 是有状态的，连接状态啊，什么时候连接，连接到什么程度啊，什么时候断开，这它都是有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的。但是作为它的上层协议，它已经有了 TCP 的这种可靠性之后，它 HTTP 它是一个无状态的协议。它无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像我们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我请求一次，返回响应一次，这是一来一回，然后跟下一个来回，你比如我请求另外一次，再返回另外一次，这两个之间，它的数据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它不会记录状态，在我们协议层面是不会记录状态的，所以它是无状态的。就是我在请求完了之后，我请求发起请求，你开始链接，下面的 TCP 开始工作。当我响应完了之后，没有数据了，那你这边链接就开始断开。这整个一次 TCP 的一个链接跟断开的动作就没了。那这样子的话，会有一些性能上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 TCP 讲究的是什么？三次握手。连接的时候三次握手，四次挥手，那它会消耗掉一些资源。在我们在访问一些数据量比较大的一些网页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是希望它每次这个链接可以复用。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你比如我们刚断开，才比如说它0.1秒，但是下面一个链接又来了，你又在这边就去重连一次，这边整个的。连接的消耗的这个资源会比较多，那我们这边就提出了一个长链接，就是持久链接的一个概念。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边链接的时候，你即使没有数据了，我也帮你先连接这一段时间，我先不忙着关闭，等一段时间，等到我们定的时间之后，你比如说是我们大概等了2分钟。你还是没有任何请求，那我就给你关了。如果2分钟之内有任何一个还有一个请求过来，那我就直接用了。这就是一个解决性能问题的。那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我们在想，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所有的链接都改成持久链接呢？那显然是不行的嘛。你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服务器是扛不住的。我们的服务器一台服务器有时候，你比如我们调优做一做的话，一个万码链接算是。蛮不错的了，然后如果是你这边每，那你只能服务1万个用户。如果我关闭了再断开，直接请求的话，那我可以甚至说我可以翻倍的，然后支撑用户几万都可以。但这种长链接的话，就是它一直 hold 住，我比如 hold 个半小时，那在半小时之内，那它这个资源即使它不用，它也要占着。这是也是一种浪费，所以我们在分场景来进行那个来看这些东西，有些时候需要持久链接，然后持久链接的time out 的时间也可以给它更灵活一点，本身性能调优啊这些问题都是一些折中，并不是说是一下子就能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优点都占着。好，我们这个 HTTP 1.0也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最广泛的一个协议啊，97年应该现在我们的一些同学应该已经出生了嘛，跟我们差不多，就是等大家出生的时候，然后我们的 HTTP 协议已经开始成熟了，我们现在15年，那确实成熟了啊，将近10年我们才更新出来一个2.0版本。我们又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协议，这些2.0现在我们也有好多的网站已经在支持了，网站跟浏览器都已经支持了，那就是无非就是这两端嘛。2.0部分我们这边讲一个，包括压缩啊，这都是性能有关的问题啊。然后我们讲一个服务器推技术，其实这一块服务器推技术跟我们刚才讲的长链接技术啊，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在我们2.0就是协议之前啊，
我们通常情况下是用 KeepLove 的长链接，就是一点英语里面的长链接来做服务器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会要求我们客户端会连接我们的服务器，告诉他哦，你这个先不要断开，然后十分钟之后再帮我断开。那他十分钟之后，他十分钟之内他又在这边又告诉我们的服务器，十分钟不到断开时间之内，他就可以，比如说八分钟我发了一个风暴告诉他，好，再过十分钟再断开。那对于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只要不超过十分钟，我就相当于一直连接着。一直连接着的话，如果是我这边有信息，我们会一直问嘛，有没有信息来。如果有来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就直接可以往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直接去写数据，因为它链接一直在的。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可以说是这一个服务器推的技术，就是服务器主动推送。而我们现在 2.0 它直接就支持一个服务器推的一个技术。除了我们这个说是 KeepLove 这种方式，还有几种实验方式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轮询，就是我们每隔一秒去服务器上面问一下有没有信息啊，有没有信息啊，有信息给我，就一直问，像祥林嫂一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比较最近也是用的比较多的，叫 WebSocket。就是我因为我如果是 TCP 链接的话，我就可以去一直去通去监听嘛。我们现在的一些浏览器啊，我们都支持 WebSocket。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用 WebSocket 的形式然后去连接一些，比如说一些游戏啊、页游啊之类的，它都是用一些TCP 层直接去通信。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的话，它是就是没有抓包的话，它就没有 HTTP 的信息，就是基于上层浏览器层，它做了一个，它把 socket 给打通了，叫 web socket。OK， 我们这里不展开了啊，每一个点都有值得讲的地方啊，还是蛮多的，都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其实 2.0 的话主要是解决我们现有的性能啊，就做一些优化呀，还有一些不涵盖的一些场景啊，就是这些东西。OK， 那我们这边就主要讲一讲咱们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写制作网站的三大件，四大件啊，加上 Linux 就四大件。然后我们一个个来介绍。首先我们讲一下 NGX 啊， NGX 它的读音是 NGX 啊，好多有些时候我们听到跟技术人员进行交流的时候是什么，他就直接直读为就是什么 NGX， 他有些时候我也会读错啊。NGX 其实在这个英文里面还是蛮，因为我们知道数学里面 X 基本上作为未知数来说嘛，它有一个意思就是未知的 X， 像我们说的 X-Man 对吧， NGX 就是我作为引擎，我是一个很牛的一个引擎对吧，或者是叫下一代的引擎，它通常也是 NextX NGX， 这是它的读音啊。NGX 它是一家俄罗斯的公司进行开发的，它是开源的啊。这家 NGX 是大写的 NGX 公司，在我们应该是十来天之前吧，上周的时候，有一个关于他们的一个 IT 界的一个非常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新闻了啊。这家公司被 F5 公司给收购了。F5 公司是做也是做负载运行的，它有一些负载运行的硬件产品。它收购了是 NGX 的公司，当时的收购价是多少？ 6.7 亿美元嘛。当时在业界也是蛮有名的一个事件啊，蛮著名的一个事件。6.7 亿美元就将近45亿人民币啊。
那我们 NDX 的话，我们代码行数啊，有点人统计出来的是12万行啊，有点人统计出来15万行多，说是16万行。那我们就按16万行算，大概计算一下，就是每行代码价值 2.8 万元，就是3万元一行代码。所以有些时候写程序还是很贵的，3万元一行代码，我们可以说是半个小时写个30-40行代码，百万富翁了，对吧？半个小时挣100万，看起来程序员这个活还可以，还可以再干几年，对吧？大家也每天写个100万元人民币的代码，30-40行代码应该不是问题啊。好，那我们 NDX 一个安装和启动，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先把命令给大家了，然后我们也跟大家一起试做一下啊。往这拖一点，这样的话，这样子我们两边可能都可以看到。OK， 那我们首先一个安装命令，我们安装命令是什么？哪去了？好，开了两个啊，把这个给关闭吧，重新开一个，开一个一半的，太大的话可能在最底下，大家看起来命令不是特别明显啊。好，那我们安装命令，我们肯定要加上sudo，然后 apt 之前的命令 apt 要 get 啊，跟现在不用 get 一样子的 ，apt install ndx。输入你的密码，如果你已经安装过了，那你的上面应该就已经说是已经安装过了，就不需要安装了，很快就会弹出来。那我们这边如果是安装过了的话，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NDX 在不在啊，我们看一下 grip NDX。OK， 我们安装完了之后，它这个 NDX 可能是自动启动起来的，我们这边的 NDX 就自动启动了，如果没有启动，大家自己启动一下。怎么启动啊？ sudo NDX 这就启动了。有些时候需要加一个 and 符号，就是这种 and 符号，说明是在 daemon 的背后运行。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早期的 NDX 的版本啊，有可能在 Windows 下面的或者是一些版本，他们启动出来的时候，它默认的是并不是在背后执行啊，它是会把一些就是前景执行。你把这个 console 给把这个终端给关了 ，terminal 给关了之后，然后就直接这个进程就跟着退出了。所以需要加一个 and 符号。那我们现在就它默认支持背后运行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加了。这是开启。那我们这个其实蛮重要的。那我们先说关闭哈，我们把命令都执行一下 ，ndx 杠 s 就加一个参数，stop 就关闭了。刚才我们的再查一下，哦，查不到咱这个进程，那应该是关掉了。那我们这个再开启一下来 ，ngx， 然后加个 and 符号。and for 它会输出来你的当前的进程名字，那我们再查一下，哎，它在的。它这边并不只是输一个啊，输出来一个，就是说不只是启动一个进程，有可能多个。当你返回量增加的时候，有可能还会更多。然后我们这边讲这个命令 sudo ngx reload 杠 s reload， 这个命令是干嘛的？这个命令是其他的有些软件里面也会用到这个 reload 的命令。
它是指我会将我的参数重新加载一下。它跟 reboot 或者 restart 有什么，它跟 restart 其实是有差别的。restart 的过程就是说我会先关闭然后再开启，而我们这边是不需要关闭，我直接把我们的新的配置起效就可以了。其实 reload 更安全一些，为什么这样讲？你像游戏，你像我们淘宝，你即使 restart 的过程啊，即使只有 0.1 秒，有可能这 0.1 秒的时候，这台机器上还有上万人在访问，有几百个甚至好几百个人在支付。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是重新 reboot restart 一下，重新重启一下，那你这个时候那好多的链接将会前置断掉，那会产生一些问题嘛，就是交易可能不完成啊之类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的服务一旦上线基本上是7×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这是一个对于我们那个服务器程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可靠性啊。所以我们如果是要改一些配置，你比如我这台机器上可以再加一个站点吗？我们一台机器一台站点，但是我可能这台机器还可以再加更多的站点，或者我改几个配置可以吗？其实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的 reload 的命令就可以了。这个 reload 我们修改完了命令要它起效的话就是 reload。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是我们的NGX 的几个命令，安装跟我们使用的命令。然后我们安装完了之后，然后我们测试一下我们的是不是 OK。 那么打开我们的浏览器，这个 Firefox 打开之后还挺慢的嘛。好的，我们默认情况下我们是用 localhost， 哎，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默认站点，一个默认的一个网页。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127.0.0.1，这个输起来比较麻烦一点啊，也是一样子。然后这边是说 welcome to NGX， 就说明我们这边欢迎使用我们的服务器，说明我们的 NGX 已经运营起来了。一样子，我们去也可以用刚才我们那个命令来进行查一下我们的状态，都可以的。好，那我们看一下 NGX 的一个配置目录啊。NGX 装完之后，我们在Ubuntu下它的目录是在哪里的？我们软件的目录基本上统一都在 ETC 目录下 ，ETC 这个目录下啊。然后我们 NGX 在下面。然后我们这样看一下，这样看一下可能有点不是特别好看。我们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用 trim 命令。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装哈，没有装。那我们就sudo apt install trim。这个软件比较小啊，你看40来开，装的比较快。这个就像我们 Windows 浏览器，不是，就像我们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一样，可以树状的进行一个树形图，展示出来我们这个目录下面的东西。大家看一下，我们输一个 tree， 然后就知道了，然后我们整个的目录结构就在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是软链接啊，这个文件就相当于我们的快捷方式，软链接它其实不存在的。它就相当于，如果是它建了一个软链接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在这边建了一个快捷方式，它的实际的文件是在这里面的啊。这是使用的一个软，为什么要用软链接啊？那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用软链接。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我们用我们的 code 点就是当前目录这里，它会给我们列出来，也会在我们的它有一个本身我们的一个。这边我们可能对这个机器分的内存
CPU 资源之类的会比较少啊，所以说感觉启动起来有点慢，有点卡。它会给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一个下面呢，就是以我们图形化的方式更方便的看到这个东西。看到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有一些软链接在这里面是没办法显示的。你比如我们这里面就哎，是可以显示的啊，在我的机器上是不能显示哦。我看一下我们这个，看一下这个 default 是不是软链接，应该，哎，这下面的都没显示啊，应该是不能显示的。我们的啊是一个软链接啊，它直接链接到这边来的，直接链接到这边来的。我们看一下，哦，没有，刚才点错了 ，site 里面两个 default 都有，哎，这个好奇怪啊，因为它这两个都有我们的那个，哦，这边会标记一下，这边是一个软链接啊，哦，这个版本还比较新嘛，那应该是我那边的一个版本比较旧一点，然后它就看不到我们的软链接在里面。好，这个小细节我们不管它了，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面的这些内容啊。我们如果看目录的话，可能这里面会比较好看一点。这里面，这也是一些配置的一些 config， 一些配置的一些东西。我们会分我们的，其实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 NGX 的配置。那我们这边配置会分文件来进行放的。这边是跟我们的 fast CGI 有关系的一些配置。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 MINE， 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协议啊，就是我们的 HTTP 里面我们传输的过程中啊，我们要标记这一个文件它是什么类型的，用什么协议来进行显示。你比如 CSS 是什么协议，你比如我们的图片是用什么协议，它这边什么样的协议类型，说基本上是按 host 域名来进行分的。然后这边是一些模组，然后这个是我们整个的配置的入口 ，NGX 的 config， 然后这是代理相关的，最主要用到的一个是这个入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两个其实是一个目录哈，就是 size 目录，就是我们的站点目录，我们要新增一个站点或者修改一个站点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我们他们在这个我们的 NGX 里边它是有个这样规定的，凡是某某某available 就是说可用的站点，是可用的站点 available， 然后还有一个是 enabled， 如果是我们的站点可用，我们所有的可用站点都把它放在这里的，但是你可用并不是真正用啊，只有在这里面的东西才是真正可以真正能访问的，真正使用的就是 enabled。 那如果是我们要简单一点理解的话，就这里面啊，可能就是做一些备份用的。如果我想删除一个站点，我直接把这边的那个软件删掉就行了。然后之前原文件我还可以查一些问题，再去比如说拷贝啊之类的，再看一些东西。在这里面做一些备份，然后这里面是真正使用的。好，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些代码小片段啊，你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如果是要用 PHP， 我们就把它给拉进来就可以了，其他的一些不是特别的一些关键，我们就不一个个给大家介绍了。大家如果是只需要了解两个，一个是我们的 NGX 的一个入口的配置，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 enable 下面的一些站点配置。我们这节课也会主要是介绍这两部分的配置。OK，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NGX 的一个配置。还是刚才我们用 code 打开的，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代码，我们可能就要在这里面了。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NGX 配置。前面这些东西我们略过去啊，不管它，你比如说它是怎么引进来的，加进来的。然后我们主要是看 HTTP 里面的这些东西。这里有一句，我们会把 enable 下面的东西都加进来。之前在有的版本上面啊，有的版本上面它并不是有这种，它是比如说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站点，它没有 enable 的，有没有可用和启用的这种。那我们就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加一个什么呢？我们会在这加一个 config。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站点下的所有的 config 文件都会引进来，其他的结果的文件都不引进来就可以了，一样的啊。我们不改了，就是维持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这些公约啊，你比如你如果觉得不对头，然后去翻一下这里就看出来了。其他的是一些注释啊，你看到我们这边NGX 的话本身它也是支持我们的邮件服务器的配置，只是跟我们现在比如说 JDIP 有关的，它也需要怎么弄，就是要不要传输压缩的，要不要加密的之类的这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见的配置。OK， 我们这边也加上了啊，主要是这一行关注一下起来。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站点里面，我们通常情况下的一个站点它有哪些东西。好，我们到这里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里面站点，大家看一下，因为将近100行代码，其实它没有那么害怕啊。你把所有的注释都删掉之后，那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边的东西。那我们以这边的来看嘛，大概十来行代码，几行啊？那也十来行也没有。第一行是我们说是我们现在用的是哪一个端口？我们是用的80端口，80端口。然后这边是意思就是说我作为一个默认服务器。那我们一个 NGX 一台机器的 NGX 它只能有一个默认服务，这里加了其他的站点都不能加了。默认服务什么意思？就是我可能有多个站点同时在我的80端口上面，这是可以的，都是 NGX 是支持端口的服用的，它访问的时候它就可以用域名嘛，不同的域名它都可以解析到80，然后它看到来源跟域名不一样，它再分给不同的站点来进行访问数据，这是允许的。但是我们后面也会去做一些实战，跟这个差不多的。然后接下来这一行就是说我们的 V6 访问的地址，这是也是 V6 的一个本地的一个 IP 地址啊，我们不用关注啊，这个也不用关注，这个我们要改啊，这个要经常要改的。root 就是我们站点的根目录，站点的根目录是什么？这里是什么意思啊？这里就是说我们首页是什么？有些人的首页是比如 index 点PHP 对吧？你要就加上去就可以了。还有 subname， 这里面 subname 就是我们的域名啊。域名我们可以用通常情况下是域名，当然你也可以取一个假域名，待会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是怎么做假域名。然后这里是域名，这里面就是意思就是我忽略域名，我直接用，因为它是直接访问80端口 IP 加80端口就直接访问到它了，这是一个默认的一个。然后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说如果是一些文件不存在的，然后那就返回404嘛，404错误，这是一句话。其实 NGX 的整个的站点配置啊，它可以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刚才说了负载运行啊，反向代理啊，直接这些东西它就是使用我们这种类似的语法来做的，这种类似语法，当然也可以去扩展一些插件啊，也开发一些配置或者是一些插件，然后来去扩展它的功能，也是支持的。这是我们的默认站点。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默认站点里面，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默认的里面有啥东西？www。我们的所有的站点基本上都在这里，它这边有一个 HTML， 好，它有一个是 index
ngx 杠 deban 点 html， 因为它已经把它加成我的默认首页了，多个首页可以用空格隔开啊。OK，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一下。直接用扣子打开，它是一个 HTML， 它是一个 HTML 代码。那我们不管了，我们在后面加一个东西，看看它能不能给我们改了。哎，比如我们这边加一个叫什么 Linux start。哦，它会提示我们当前的用户名要用密码，因为我们在这点目录下面嘛，我们这边的用户可能没有写权限，那我们这边它就提示我们用 root 用户，这没问题，然后我们就把它输一下密码就可以了。OK， 这个时候我们刷新一下。好，我们刚才加了 Linux start 就已经在里了，哎，说明还真是它的目录，对吧？我们改一下它的目录，然后它也就刷新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我们这边的。如果是我们要这一块代码，就是它注释掉了嘛，一会儿我们还会用的。也如果是我们要用到 PHP 的话，我们就把这一块注释给拉掉就可以了。好，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人家的默认站点，那我们怎么自己建一个站点呢？来，我们一起试一下。首先我们要在我们的站配置目录下面加一个我们的站点，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站点目录下面我们要建一个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建一个站点目录，然后在配置里面加上，然后再测试一下。好，那我们一步步来。首先哦，我们现在已经到这边目录了，那我们首先比如我们起名叫 test， 哦，不好意思啊，输错了。好，到我们的 test 里面，这个时候我们新建一个我们的新建一个我们的一个页面首页，然后我们用我们的 code 来进行编辑一下，当然用 VI 也是一样子的。code 你前面不要加速度，速度它不建议你使用速度，其实也是啊，你用的时候保存的时候它会提示你，但是 code 它是你如果这个目录下不支持新建，它是不给你做的哈。大家打一个感叹号一个回车，然后就可以把一个页面的一个雏形就出来了。你比如说我们叫 Linux start， 哎，然后我们这边给它一个标签，哎，比如说是第一个标题，那我们就比如说是 Hello NGX。好，我们就这样子吧，加个感叹号，简单一点。它这边是让我们保存，输一下密码，有点烦啊。但是如果是大家用的，如果是用 VIM 比较熟的话，可以用 VIM 嘛。OK， 那我们的站点已经有了，然后文件也建好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到我们的 etc 目录下 nginx。里边的 site enable， 其实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我们的可用站点下面，然后先建一个 available 呢下面建一个，然后建一个软链接进来，然后我们就不这么麻烦了，我们直接在这边建一个，我们先 touch 一个啊，速度一下，老是忘掉速度， touch 一个我们的目录，比如我们这个目录就叫 test 点 config， 为什么加上后缀啊？这个习惯问题啊，你可以加可以不加，那加上后缀之后，我们在那个我们的编辑器里面会可以语法量化，
应该已经出来了。好，这是我们的 test config 就有了。那我们通常情况下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没有说是从头写到尾的哈。我们通常情况下都是写一个之后，我们按照原有的，比如说 default 的下面的，我们复制下来，哎，把我们要的东西粘贴进去。好，这边都是删掉的，对吧？删东西还是很过瘾的。那因为如果写东西就有点啥了，对吧？删东西还是很过瘾，写东西就有点头疼了。这个注释可以要可以不要哈。如果大家对这些东西理解的话，就不需要要。你比如说它这个什么什么 index 点什么，我就只有一个，我就留一个呗。有些配置不需要，不一定说非得多少才好。OK， 然后这个地方注意啊，我要把我的 default 给删掉。RPV6 也删掉，因为我们也不用 RPV6 测试。这个时候我们通常情况下会把这个会放到上面，因为是域名跟我们端口号放在一起，这样子会好看一点。然后加上一个注释，有点注释也是必须的啊，比如说 my first site， 哎，这是我们第一个。OK， 这边我们80端口其实已经用到了，用了的话，那我们 summer name 又不想要，那这个时候我们比如我们这边8088，8088，然后我们保存一下，123456，好，那我们还需要干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们测试哈，如果是我们测试能不能看到效果，我看一下啊。127.0后面加个端口号，这个冒号啊，8088，哎，这个时候说是没东西，对不对？没东西那怎么办？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我们的 nginx 配置修改了啊，你也没把我们也没办法把它 reload 一下，对吧 ？reload 一下看是不是可 OK 了 ？OK 了，这边但是呢，这边介绍的是 forbidden， 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我们过来检查一下，看一下。index， 那我们哦 ，OK， 它我们还有一个站点的一个路径我忘改了，它就到我们这个 HTML 下面没有这个 index， 对吧？那我们 test 下面才有了，我等一下。好。那没有不应该是404 not found 吗？这个其实不是啊，这个如果是没有的话，它是默认的是，如果是没有找到我们这个文件的话，它会把这个路径给列出来。它不是说是没有找到，而是说是这个路径没有访问的权限，是禁止访问的，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再重启一下我们的 nginx。哎，刚才我们的 hello nginx 整个的一个从一个站点从零开始，然后把它给新建起来就结束了。这是我们的步骤，先建哪一个，我们刚刚新建的站点，然后再建在 HTML， 这个没什么差别。最后中间我们要把它的 reload 一下啊， nginx reload 一下，不然的话你这边是访问不了的。我们用的8088，这上面用的是8080样子的。好，我们 nginx 的一个新建的一个过程就讲完了，大家在自己的机器上也操作一下，看能不能看到我们的 hello 啊。好，那我们讲下一部分，我们 nginx 有了，那我们就讲一下我们的 PHP。PHP 一个脚本，动态脚本语言，首先也是安装哈，安装完了之后看一下，我们也一起操作一下哈。应该是安装的命令已经给到大家了。安装的话，我们是用目前呢是应该是 PHP 7.2 apt install
啊，忘了加速度了，回车一点，速度 ipt install pip 7.2 杠 CLI。 啊，我们已经装起来了，不需要了。这个时候我们杠 PHP 杠 V 看一下啊， 7.2 啊，我们其实这个大家的那个安静那个 PHP 的版本啊，大家要注意一点，因为不同的版本其实是差异还蛮大的啊。 7.0 之后跟我们的它没有6点多版本，之前6点几版本，当时我们当时有一个介绍是内部开发一直没有发出来，是一个分支，然后现在就直接从7.0开始。我们再往上的一个版本应该是 5.6 点几版本，跟 7.0 之后的版本相差还是蛮大的，它支持的新特性并且性能也是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尽量现在用 7.0， 但如果是大家要跑一些比较老的一些旧的程序的时候，可能就是 PHP 的5.6， 或者大家装一下 PHP 5.6 和 PHP 的 7.几，就是最新版本跟 5.6 版本都可以装起来。我们一台机上是其实是和 PHP 这几个版本都可以共用的啊。我们曾经有一台机器上面我们装了十几个版本来进行验证，东西都是可以的啊，只是说需要一点小技巧，可以一台机器装多个版本。我们现在 PHP 已经装好了，那验证出来结果了，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直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PHP 跟我们的 NGX 然后直接是可以，也可以直接这样用，但是呢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中间会有一个 FPM， 这个是它对于我们的 FastCGI 服务啊，它有一个很高效的一个管理，它比较稳定。因为我们的 NGX 它只是一个 web server， 它只是一个处理 HTTP 请求的，你可以理解成它只负责一些静态文件。那你如果是 PHP 写的东西，那我怎么去交给 PHP 来进行翻译完了之后再返回过来它文本信息给我呢？啊，中间它需要一个进程调用啊，进程调用它就是我们 NGX 跟我们的解析程序 PHP 之间。它需要一个调用服务，我们把这个服务有一个标准叫 CGI 就是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就是通用网关程序，然后我们用 FPM 来进行管理它，相当于他们 PHP 之间的一个粘合剂，这样子我们的安装过程。FPM OK， 这个时候可能要加上版本号了啊。FPM 不加版本号看一下，PHP FPM 哦，把版本号放在后面，杠 FPM 7.2 杠 T OK， 有些时候是在放在后面啊，这搞得有点乱的。如果我们用 service 管理的时候是放在前面的啊，我们把它给速度一下，这个就测试一下啊，测试一下的话，他说我们的已经测试 OK 的，就是要测试命令就证明我们 PHP FPM 已经装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它怎么管理它，我们用 service 指令来进行管理 ，service 某某某 service 这个指令以及我们的 status 这些东西 ，start support service php
这个时候就要 7.2 了啊。嗯，其实这样子搞得并不是特别好。我们看一下 status， 这里啊，因为绿色放在一起，这里告诉我们正在使用啊，正在 OK 的。那我们把 status 改成 stop，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status， 这个时候他就说是什么？未开启嘛，那我们还是把它开起来。OK， 这是我们的 PHP FPM 的开启、安装以及状态查看、测试一些基本的命令。我们通常情况下，如果有了，因为它是对于我们的一个 PHP 的一个管理的，那我们通常情况下的话，我们 PHP 那边的就不需要它来去开启 PHP 了，基本上用它来就可以了，用 PHP FPM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配置啊，它配置我们刚才看到这里有一个配置，对吧？这里有个配置，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配置。这个时候我们在选中的时候，大家看啊，选一下之后，然后按鼠标中键，直接就可以粘贴了。看一下啊，好，这个少了一个 i n 啊，刚刚它换行了。这是我们的配置，配置的过程告诉我们，比如说 PRD 在哪里，然后最下面其实最重要的。这个是我们的 PHP 的一些FPM 的一些基础配置。那我们到我们这个目录下面看看，其实我们的刚才那个全局配置里面，它好像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告诉你我们其他的配置在哪里。CD 到下面，我们看一下有几个命令，就一个，对吧？那我们把它给打开看一下。我们这边的 PHP 的一个简单的配置就在这个里面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然后这边我们是说它是用的是默认用户跟用户组，是吗？我们这一块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些特殊用法会用到啊，是因为我们这个用户组它有自己的权限。那比如说我要执行，我要用我的 PHP去执行一个命令，然后在我的外网去用通过页面的形式来进行访问的时候，它就可能执行不了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两个一个 user 给我们的一个 group， 它可能没有我们要执行命令的一个权限，所以这边是要给它一些权，对于这个用户给它一些权限，增加一些权限，就可以做一些我们系统上面一些配置。当然大家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面做啊，对，容易留下一些安全隐患。这里注意一下，这里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有两种做法，一个是这样子的做法，这个是 Unix 的，这是 Unix 的 socket， 这是因为 Unix 的网络套接字的用法。还有一种我们 TTPIP 的，就是 listen 等于 127.0.0.1 这样子，但是呢它俩只能用一个，所以你这个时候，这个它的注释为分号，0.1，你这个肯定不能用端点端口，80端口已经被我们的 NGX 给占了。那默认的我们 PHP 的一个端口啊，大家也不说是规范了，就是大家都遵守的一个9000端口。然后我们先保存一下这个，一会儿我们用这个。这种的话，你比如其实这种是比较好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一个里边的监听的这种路径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我用的是 7.0， 它就是 7.0， 然后我如果是 5.6， 它就是监听的 5.6 这个，所以我又可以用多版本来进行共存了。
否则的话，你看如果是在这里面，你得监听每一个里面，你得改配置，监听它不同的一个端口号。那我们先用端口号嘛，因为为什么要用这种？这样子的话，我们这种经验应该在除了 Linux 本身啊，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用啊。比如 Windows 里面，我要用的是 PHP， 那我就用九线端口就可以了，对吧？它因为它没有 Unix 的套接字，这种方式写作方式。那我们先用通用的这种试一下。好了，这个配置我们就只是改这一点，这里我们也进行给大家讲了。如果改了配置之后，那我们这边就要，刚才也是说我们要sudo service php 7.2-fpm restart 一下啊， service 拼错了，人才。 OK， 好了啊，那我们就重新启动起来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测试一下我们的 PHP 是不是通的。那首先就是在我们的刚才的配置目录下面 ，etc 到我们的 nginx 下面，我们有一个 site enable， 对吧？这边应该是我们的刚才用到的这几个命令，就刚才用到的一个站点。那我们在这个站点下面，我们把我们刚才我们的 default 这里面，我们刚才有注释的删注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一块代码，人家已经给写出来了，然后被我们删掉了。OK， 我们把这一块代码copy到咱们的 test 的这个下面，直接放在这里行了。哎，这里我们做一下，然后这种注释删除的时候，用大家按住那个中键啊，按住鼠标中键就可以用列编辑模式来进行删除，一次性删除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正好用的是，我们把这个给注释掉，这里的注释是井号，然后我们把这个用的是九千端口，然后我们把这个整个删掉，它也没啥用。他们说了嘛，一个是 Unix 的端口，一个是 TCP 的一个端口，套接字它不一样。那我们那个这个我们的 PPT 上面啊，这边会写什么怎么解析啊 ，index 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啊。这些配置我们在这个代码里面啊，其实已经有了，我们就不给大家打开了，大家自己可以打开看一下。这里就已经有我们这个 PHP 的这些解析了就行了。以后我们建一个站点，如果开启 PHP 的话，就这两行就行了。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一块放进来嘛，如果都是 7.2 的 PHP。也可以放到这里面来，所以说我们以后 PHP 的话只要一行就行了。好，我们保存一下，看一下效果。然后保存完了它之后，我们还要干什么？刚才就没杠 S reload， 把我们的配置重新启用一下。然后启用完了之后，然后我们测试一下。这个时候测试我们会到我们的站点目录下面加一个 PHP 的文件行。站点目录在 Word 下面 ，www 里面我们有一个 test， 是吧？这个时候我们新建一个，比如我们叫 info 吧 ，info 点 PHP。然后我们 用 code 编一下，把我的 info 开。这个时候我们的 PHP 我们输一个尖号，然后问号，它是一个 PHP 开头的这种，然后用问号尖号对应着，然后把结束的，然后我们中间代码就一行 PHP info， 然后括号就可以了。我们这个第一个我们不用 hello world。
偏于英方，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能解析了，那我们就看一下，因为我们这是默认访问的是 index 这个界面，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我们刚才是什么英方点 PHP 访问进来 ，OK， 你要是能访问出来这个东西，说明我们的 PHP 的环境跟我们的 nginx 已经搭配到一起去了。我们的 nginx 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已经可以跟我们的PHP， 就是动态的、静态的内容都可以进行解析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接近成功了。那我们还有一部分要做的，三剑客嘛，还少一剑客。那我们的数据库，前面的大家也一起能够做出来哈，在自己的机器上，然后一起做出来。那我们 MySQL 的，我们先看一遍啊 ，MySQL 的安装，然后以及安装测试是不是成功，用我们的那个 PS Grip 也可以啊，这个是看端口号一样子，我们看进程看端口号一样子。然后是我们的一些常用命令，这个不用记啊，这个东西用到的时候顺手翻一下行了，只要记 MySQL， 剩下 Service 都一样子用法。然后触发密码。然后是我们的 MySQL 的管理工具。好，那我们就先看这里。安装很简单啊，对吧？安装比较简单，速度，再换行一下啊。apt install MySQL， 你不能这样子哈，因为 MySQL 它有服务器端跟客户端，那我们把它都装一下吧。两个都装一下 MySQL Client， 他告诉我们已经装过了，我们课前已经装了啊。然后装好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服务器到底有没有被开启，用 Server 用 Service 也可以查看，然后这里我们用这个端口也可以查看。然后比如说我们用速度 netstater， 然后杠 tip grip， 因为它如果是服务啊，它如果是服务，它总要去监控一个端口嘛。那 grip mysql， 看到了吗？大家看到这个监控的端口，这个端口是多少？3306好像是吧，对吧？这个是默认的端口，这个一些规范的。所以我们通常我们5000以下的端口基本上都不怎么用，大家用的时候都是用8000以上的端口，这都自定义端口。然后我们看一下当前的状态样子嘛，速度 service mysql status，看到我们现在正在 running， 然后关掉跟重启我们就不演示了啊，跟那个刚才我们都是类似的。这边我们在之前的 MySQL 的安装的时候啊，我们会有那个触发密码，它会弹出来一下啊，让我们输一下用户名密码之类的这种。现在它不输了，它是直接把那个密码放在我们这个里边，就初始密码放在这里，你要去根据它会自动给你生成一个。你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东西啊。哎呀，OK， 这就是用户名，这就是密码了。那我们用我们客户端不是有了吗 ？MySQL-U， 中间用不用空格都可以啊，加上我们的用户名，空格杠 P， 然后密码不要加了。在这里面输，然后选中中键回撤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登录进来了。登录进来之后，我们这是我们的一开始的一个初始密码，那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命令，然后来初始化一下我们的密码。这句话命令什么意思啊？我们会把 root 用户的密码改为13456啊，这是一行啊，不是几行。他说有一个已经被那个执行了，然后我们再执行下面几条命令。这是几条命令了啊，有箭头的都是几条命令了。首先我们
使用一个，实验我们选中一个数据库 use MySQL 是一个数据库啊，这里面，然后我们在 MySQL 这个数据库里面，然后做一些系统操作。这些命令，其实这些命令大家不用记啊，也很少用到，只是我们初始化的时候用到一次就行了。然后把权限给刷新一下，然后这个时候退出，然后我们用我们新的用户 MySQL-U， 我们刚刚设的是 root， 然后杠 p， 它的密码是回车123456。OK，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访问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登录了，我们不在这里面进行操作了哈，命令行这边我们就因为偶尔做一做还可以的，但是我们长期批量的操作的话，大家还得记很多的 SQL 语句。然后我们这边就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个管理工具，除了我们的一个 CLI 的命令，就是命令行的命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图形化的管理工具。刚刚我们演示了 MySQL 的 client， 就是 MySQL 这个命令。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比较常用的 PIP myAdmin， 这个工具是一个页面的，你只要只要你的电脑上装上浏览器，你就可以远程去访问这个站点进行访问了。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配置工具，提供的功能也比较强大，其他的也是一些需要安装的一些管理工具。我们下面这也不演示了，是根据大家喜好，有喜欢的就可以去找一找。我们这节课我们演示一下这里的，我们怎么管理一个 MySQL。首先，我们还是安装嘛。install PHP myAdmin。OK， 它已经装上了。装上了之后，我们要看一下它的位置。which 是看我们的程序的，那我们看一下 where is PIP myAdmin。 好，我们能找到，我们找到两个路径里面有它，这个可能是就是我们的配置路径。大家在装这个的时候应该弹出来一个对话框嘛，我跟大家说，我说那个密码要用123456，就是它会把我们的密码会写到，应该是在这里面，我们不看了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路径下面，那我们把我们的站点目录设置成这个就可以了。OK， 那我们到我们的 CD， 到我们的 ETC NGX， 到我们的站点下面，站点配置目录下面 enable 下面的，我们再复制一个，把我们速度一下，把我们 test 改成 PIP myAdmin 点 config。然后我们的 S 那个用我们的 code 编辑它一下，哎呦，这个是把所有的都打开了啊。然后我们打开 PHP myAdmin。首先我们这边，我们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要用我们的假的域名怎么用呢？我们正常情况下有真实域名啊，如果我们大家有个公网 IP 的话，就直接指向我们的解析到我们的 IP 就可以访问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比如我们用80端口，然后我们的域名，比如我们就用取一个域名，我们比如要 PIP admin 点，如果是你 PIP admin 往那个地址栏里面一输的话，它以为是你在搜索呢，对吧？所以我们这边最好是用一个网址，网址的话，你比如 PIP admin， 它你要是用点 com 的话，或者点 cn 的话，万一有真正的网址的话，你就给它冲突了嘛。你可以用一些比如 IO 或者 me 这种比较不常用的这种网址，你把它给用一下，这个就是你的假的。你假的话你怎么骗过这个我们的浏览器呢？你首先我们这边，然后把这个东西都设完啊，那我们把路径也设一下，待会儿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里我们先看看这个拷贝过来，
到我们的 root 下面，我们把这个站点都给它设到一起设完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我们是 PHP， OK， 保存一下。这个时候我们的站点配置就已经结束了。那还遗漏到刚才一个问题，那我这个计算机怎么知道我们这个 PHP 的命令这个东西是我们的 localhost 的，就是我们的127.0.0.1 呢？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一个是对我们的 code 下面 etc 下面一个 host， 我们去设置它，我们本地的一个 DNS 映射的一个设置。然后我们在设置它的时候，在这里面加，前面加 IP 地址 127.0.0.1， 然后后面你要映射到一个地址 OK， 然后这边保存一下。那如果你要觉得不放心的话，哎 ，OK， 密码是刚输错了。那我们这边拼一下嘛，拼域名的话，它这边比如说 PHP admin 点 io 点 io PHP admin 点 io， 哦，这边是被我们的网关进行关。被我们的网关给那个给阻止了啊，我们这边就拼它了。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到我们的页面里面是可以把它给PHP admin 点 io 看能不能访问啊。好，这边也不可以访问。Let's reload 一下。哦，这边应该需要把我们的网关的策略给关一下啊。这个时候我们上节课的时候我们讲到了sudo ng apt install gfufw 这个工具有没有装起来啊 ？gufw 我们用它把我们的网关关了。不是网关，就是防火墙。我们先把它给关了吧。先看一下有没有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拼一下，看能不能拼通。拼 PHP admin 点 io。拼杠 B。把我们的防火墙已经关了，它还是有问题吗？自身拼到自身。看一下是不是 OK 了。好，这边我们的防火墙可能还是有点问题啊。那我们现在我们直播课程我们就不耽搁时间一起来去解这个问题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是用端口号吧。好奇怪啊，拼不响应我们的幺二。那我们直接拼127.0.0看是不是？127.0.0，哦，刚才设置的点零啊，是错了，点幺，点零是一个非法的地址，我说呢，我以为是防火墙，我们设置了一些防火墙的规则。把它给阻挡掉了，
这里是我们设了一个地址，刚刚手误敲错的，1、2、3、4、5、6，看一下这边是不是 OK 了。也不要用广播包来拼了，应该就可以拼通了。哦，这现在是 OK 了，127.0.0.1啊，不是点零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到里面呢，用浏览器来访问一下，看一下 ，not found， 那应该是我们的站点，再检查一下。我们的站点看看 ，root 下面 name server index php my admin 中间多了一个东西啊，因为我们在直播教室里面啊，直播教室里面电脑离我们的人比较远一点，所以有一些小误差。也不太容易能看得到。好，然后我们再看看，其实好多配置也是这样子啊，来来回回的，有问题检查一下再去解决问题就行了。好，这边经过一波几折，我们总算进来了。然后我们的密码刚才是我们用我们 circle 的命令来改的，啊，要不要保存啊？然后因为我们自己的机器常用，我们就保存一下。OK，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管理我们的站点，这边就可以新建一个数据库。那我们待会儿我们还有一个，这边就可以对我们的整个的数据库进行管理了。大家在管理的过程中，千万有些东西不要乱删啊。这边这些东西也都是可以管理，但是你不要删啊。这是我们的系统的数据库，系统的数据库的一些资料都在这里面。就是我们的 MySQL， 我们本身啊，它的资料的存取就存在这几个库里面的。如果删了的话，就可能整个的数据库就得重新弄了，就封装了，就得重装了。那我们这边这几个自带的数据库不要操作，然后待会儿我们会新建一个数据库。你比如说我们新建一个，比如叫 WordPress， 哎，数据库，待会儿我们就不用建了嘛。哎，这边的我们的编码的选择，大家选 UTF-8 Generic CI 这个编码，因为我们 UTF-8 的还是用的比较多的，不然的话你的编码PHP 提交过来还得再重新改啊。我们这边修改一下就可以了，这边就改新增一个就行了，然后剩下新增表啊之类的类似的啊就不一个介绍了。好，我们的数据库的管理工具也有了，咱的现在是所有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基本上好了，那我们 PHP 也能管理了，那现在还差一块呀，我们刚才说了我们 NGX跟我们的 PHP 是能连通了，那我们 PHP 有没有给我们 PHP 还不能访问我们的 MySQL 呢，对不对？好，那我们这边就一起用一个脚本来进行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连接的状况。这里我就不敲代码了啊，我这边就直接我们代码也已经放到我们的GitHub 上面了。这一块代码比较简单啊，到我们的 share 目录下面应该已经有了，到我们的 Linux start 下面有一个我们的第七次课程，再到我们的 site 里面看一下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代码呀，你看一下我们的代码。啊，这是我们的 info 的代码，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 db 的代码，几个都在里面。然后这个代码比较简单啊，就是说是我们试着连一下，把我们的用户名密码放进去，看一看我们能不能连到我们的 MySQL 上面去。这个是一个小操作。那我们可以用 PHP 这种
测试用的代码可以用 PHP， 然后 DB 直接执行，说是连接成功就可以了。也可以把我们这个 DB 啊 ，DB 文件，你比如我们用 code 放到我们的 CP， 我们的 DB 到我们的站点目录到 test 吧。好，啊，加一个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站点目录里面就应该有一个 DB，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浏览器打开看一下，这个时候我们站点目录下面的 test 下面应该有一个 test 点 php， 哦，不叫 test 点 php 啊 ，sorry， 叫 DB 点 php，DB 点 php。好，上面提示连接成功，这说明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三剑客都已经连接好了。我们的MySQL 能被我们的 PHP 连接，那我们的 PHP 的解析能帮我们的 NGINX 来解析动态脚本了，这样子我们站点就串在一起了。那我们现在还有一部分这一块，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一个个敲着演示了。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在我们的PHP 里面怎么使用我们的 MySQL， 这个是我们的刚才讲的这个地方。最后一部分是我们的综合实例部分。综合实例就是我们要建一个我们的博客。我不知道我们同学有没有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写个人的博客。其实写博客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可以让你思考，更深度的思考，可以找一些资料，然后积累，并且把一些问题想得很透彻。这个博客系统的话，那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 CSDN 啊，或者 CN Blog 啊之类这些，或者新浪博客。都是一些平台他们提供的。当然，如果是我们想自己建一个，我们自己有服务器有域名，我们可以自己建一个博客，可以的。那我们就用我们这个 WordPress 是一个老牌的一个博客系统，网上资料很多。那它并不仅限于是一个博客系统，因为它用的很流行，很用的人很多。那有些人说我改改我能不能干成这个事，改改能不能干成那个事，都可以。它现在已经慢慢的发展成了一个内容管理系统，就是我可以做一些企业的内容网站啊，可以发布一些新闻啊之类这些东西，做一些基础管理啊都可以，甚至有些人用它这来基础上来进行做一些电商。WordPress 这个东西啊，它很多，它有很多的模板，也有很多的其他的插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玩一玩。然后我们的整个的安装过程也是类似的哈。首先我们安装一下 WordPress， 跟我们的 PHP MyAdmin 一样子的。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到我们的看一下我们的 WordPress 在哪里，然后把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要建一个我们的一个假域名叫 MyBlog， 然后在我们下面建一个虚拟域名，然后就是我们要建我们的站点了。这个站点就是跟我们刚才类似的，把我们的域名改一改，把我们的 server name 改一改，把我们的root 我们的跟网站的一个根目录改一改，然后剩下的都一样，就改这两行就可以了。然后别忘了执行一下 NGX 的一个 reload。然后新建一个我们通常情况下这里是想演示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用我们的 PHP MyAdmin 我们新建一个用户。我们在用 MySQL 的时候，通常我们的 MySQL 是一个数据库，我们每一个数据库可以建我们这一个 MySQL 数据库的一个服务器，我们可以建很多的数据库在里面。每一个数据库，比如我在上面可以有一个个人站点，一个公司网页都可以，都公司主页都可以放在这里。那这样子的话，最好大家新建的账户名分开的，
那比如说你的博客被黑客攻击了，但是呢，你公司里面的业务是用其他的用户名来进行访问的，那有可能还是安全的。所以大家用不一样的一个用户名，然后中间那个红圈那一块的话，就是访问的话就只要本地。这个时候如果本地的话，你要是用那个客户端来访问的话，就访问不了了。你因为你为什么在本地呢？因为你的数据库跟你的 PHP 写的 PHP 代码是放在一起的嘛。如果是分开的话，那你又是一个指定特定的一个站点，这是比较安全一点。然后剩下的就是，如果是你勾选底下那个红框的话，那就是说明你在创建这个比如说 WordPress 这个用户的同时，它也给你建了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数据库在里面，就是空的数据库在里面。然后 WordPress 里面你做一个把一个文件 copy 过去，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修改，把你该填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数据库的用户名密码，然后以及我们的数据库的名字啊，这些东西初始信息填上去，然后就可以直接用你的刚才那个域名来进行访问了。访问的时候你就可以设置一下你的，他第一次访问的时候他说你在新增一个数据，刚才我们只是建了一个数据库，但我们没有去更新数据库里边的内容，我们还有很多的数据表啊之类的，我们是通过这个 install 的点 php 来进行自动化做的。你在上面加上这些东西之后，然后点击下面的 install WordPress 这个按钮之后，然后它会把自动的把一些表结构跟初始数据加上去。这个页面只会访问一次啊，这个如果是自动的加上一次之后，然后后面就不用再加了，再访问的话就有了。OK，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这么多。然后我们课程的作业是基于 WordPress， 就是我们最后讲的这个例子啊。其实各个步骤我都给大家写出来了，大家只需要用这个手工去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基于 WordPress， 然后构建一个自己的一个博客，然后在自己的 Linux 虚拟机里面能 run 起来，然后 run 起来之后，发一个博客的文章出来，看是不是能写文章，能进管理界面，能写一个文章，然后并且能看一个文章，能访问的时候这个文章也能看。这是一个基础啊，对于一些不需要写任何代码，然后搭建一个博客，试一试。然后我们这节课会有一些参考资料。我们上节课的时候会有一个图解 TCP/IP 这个参考资料，其实同样的一个也有一个图解 HTTP， 好像是一个同一个人写的，也是个日本人，写的比较简单啊。当然 HTTP 本身也是比较简单的，还有就是那个有一个阮一峰的阮，大家如果写博客的话，尽量可以学习一下阮一峰啊，这个人他。人家坚持了很多年了，他的博客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作为那个计算机语言的计算机入门的一些课教程，写的深入浅出，写的非常好，我们可以学习一下他们。人家的这种毅力跟我们这种，当然写这个博客，他也为他自己也赢得了很多的一些威望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是我们 PHP 如果要持续的再去学一些东西的话，推荐给大家一个小的一个教程，这个是 PHP CNN 上边的一个，好，直接点击好像点击不了嘛，哎，这个站点还没有啊。回头我会把这个站点的链接发到我们群里面。这个课程的话，它是每节课里面都有一些小例子，你即使不是没有 Linux 环境，也能跟按照它的例子跟它的描述，然后一步步的学习 PHP。这个我大概也看了一部分，我感觉他们的例子写的蛮简单的，这是一个 Linux 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入门课程，只需要4到5个小时就已经把这个 PHP 学会了啊。这还是蛮不错的一个蛮不错的一本教程，
PHP 点 CIN 这个站点上面他们官方给的一个教程。好，我们本次的课程到这里啊，好，谢谢大家。